战国在即，七雄争霸例行赛第十周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较量，要由富邦勇士对战新北玉龙纳智捷。当然，在玉龙最近收下了二连胜之后，目前在全联盟的战绩还排在前段班，而富邦勇士则是持续在中段班向前发起冲击。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在2019年的1月20号礼拜天的晚上7点钟准时透过 WinTV 综合台为您带来的是16届 SBL 超级篮球联赛。大家进入到这个春节前的倒数第二周的赛事哦，现在看到真的是战况非常激烈，玉龙跟富邦在赛前呢这个咬得非常的紧，只有半场的胜差。那胜率当中呢，玉龙当然是目前是排在第三，12胜9败，而富邦勇士哦最近在前一场比赛输球之后呢，现在是11胜9败，所以这场比赛现在看看能不能够咬住玉龙的尾巴。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杨博智。这场比赛就是邀请到球评陈志忠为大家带来球赛的转播服务。球评晚安。博智晚安，各位观众晚安。好，当然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在原本玉龙是很担心啊，这个桑尼的背伤啊会不会这个让这个洋将阵容出现变化，但现在看起来在前一场比赛来说应该状况 OK， 所以现在在过年之前啊，甚至是过年之后，在阵容的部分玉龙应该不会有变化，但是在目前在玉龙跟富邦的对战里面啊，算是吞下了7连败，包含去年的季后赛跟季后赛的前一场，还有在本季的前两场都输球，所以现在在7连败的低潮，看看能不能由 Eric Dawson 来帮忙球队来解决这个困境。对，肯定的，尤其在在桑林受伤的情况下，其实刀神把玉龙的解决了一些篮板的问题，还有他个人的得分呢，其实都帮玉龙带来了不少的帮助啊。那现在桑林也有伤愈归队，虽然没有办法100%痊愈，但是在上一场他运用他自己一个篮球的经验呢，仍然对玉龙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再加上其实现在玉龙的锋线群，吕振龙虽然屡屡被看守很紧的情况下，其他本土射手轮流上来了一个得分，所以这场比赛跟富邦打起来，我觉得那是一个五五波的比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刀神本季的表现啊，在去年刚开始来到这个 SBL 的时候啊，是12.8分，不过他投篮命中率一直都保持得非常的稳定，那篮板12.8个，不过在最近啊，在进入到19年之后，有一部分当然是因为这个 Sunny Sakini 受伤啊，必须让他得分篮板一肩扛，甚至还有三场比赛是要从这个第一节打到最后一节，所以整体的数据是真的呈现了爆炸性的演出。可是相对来讲，这也是刀神在来到台湾之后第一次遇到富邦勇士，而富邦勇士的两名洋将，这个不管是 Tony Mitchell 也好，或者是 Charles Garcia 来说，刚好对位上面来讲跟这个刀神还有 Sunny 是雷同，但是他们都比较年轻。对，但是对刀神来讲，其实在过去桑尼不在的情况下真的累死宝宝了，他也把自己的体能给练了回来。那刀神的单打他并不是篮下单打脚步，他是属于侧应跟外围中距离投射为主啊，所以基本上他在篮下除了篮板以外啊，要跟对方在篮下激起很大的火花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在这个今天对于刀神来讲，他现在要面临的新的考验。那另外我们看到富邦勇士啊，其实现在同样的在一号位置这个人选上面来讲，小胖洪志善的伤愈复出，当然对于林书伟来讲压力减轻了一点，可是呢现在对于林书伟的进攻活力来讲，他已经是完全在本季释放出来了，可是在替补人选上面，甚至是在解决外围火力，甚至是跟这个关键时刻能不能够持续有稳定的演出，也是现在富邦勇士稍稍比较伤脑筋的部分。对，一直都是林书伟个人在投外线，所以其实局者总教练也提到他必须要锋线出来射手出来得分啊，所以他最近近期培养了刘伟成，包含其他的射手啊，都是必须要跳出来，如果都不跳出来的话，都靠林书伟在投篮的话，那这样子整个球队会打得更加的呆板。对，虽然林书伟当然本季的爆发目前也是在全联盟里面唯一本土球员的得分啊超过300大关的第一人啊，所以他现在是300壮士的 No.1。 那吕振儒跟张博胜啊，也是在今年都是持续球队的攻坚利器，但是讲到林书伟，当然就是一号位置在今天的这两支球队来说都是有隐忧的，玉龙就只有林伟汉比较称职，而且是爆炸性演出的好手，所以再看看今天一号位的对位当中是值得大家来期待。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两队的先发阵容名单。首先呢，在富邦勇士的部分啊，除了 Charles Garcia 搭配 Tony Mitchell 之外，今天先发的是1号的林书伟、30号的刘伟成以及14号的蔡伟成。在玉龙纳智捷的部分，今天 Sunny Sakini 搭配的是 Eric Dawson， 本土的选手则有16号的林书伟、13号的吕振儒以及12号的吴凯翔。这场执法的三名裁判分别是赖进忠先生、蓝伟雄先生以及赖建豪先生。
那讲到一号位置啊，当然是就目前来看啊，富邦还是比较多一些人员可以使用啊。嗯，因为除了林书伟以外啊，其实洪志善现在也慢慢回到球场上，虽然上场时间没有像过去那么多，但是他在上球场上控制节奏能力，给予队友的协助啊，还是比玉龙的替补的空位还是来得多那么一点点。再加上赖廷恩曾经有一些精彩的演出啊，所以这三名后卫在富邦这一场登陆的情况下，整个后卫群还是战力比整个只有靠林伟汉一个人独撑啊来得好一点。对，但玉龙这个问题啊，这个已经不是隐忧了，而是明忧啊。大家现在都知道玉龙这个后场发动机就是林伟汉一个人，那这个一个人要怎么挑大梁，甚至挑到季后赛？当然这个之前球评也提到了，这个是必须要思考，现在球季刚过半，怎么培养比较妥当，甚至可以慢慢让这个信心度十足的选手能够在尝试二号转一号的过程里面，可以找到一个舒适感。对，这就目前来看，其实玉龙在替补的后卫基本上是以卢冠良为主啊，那其他的后卫上来时间真的是非常有限。好，第一波跳球 ，Harry Dawson 完全放弃，直接让 Tony Mitchell 直接跳个老高。是，他知道他的年纪跟他的一个弹跳力啊，跟他 PK 是多余的。哇、哦，刘伟成在第一个 play 当中就砍进了一个三分外线。是，所以开赛我们有讲到，其实这几场其实徐哲教练一直在培养，就刘伟成做一个定点射手的位置，因为在他的锋线群里面并没有一个纯射手。嗯，李振儒心脏地带拉了一个小杆，打板得分。对，李文翰要夹，结果倒出去，蔡文成中距离出手，李道清篮板回到刀子手上，是刀子的一个攻守两端篮板啊，真的是把玉龙最大的问题给解决了。李振禄带过来的出手三分线没有，这边三分线再来一颗，这是一个两分球啊，这是 Charles Garcia 的中距离。是，刀神今天防守啊，面对两名洋将啊，真的会累死宝宝啊，因为一个是会单打会投外围，一个是篮下是爆发力十足的。林伟汉三分线自己出手尝试算了一圈没有，当然就两名啊，场上四名洋将的对位的阵型上面来讲，其实是雷同啊。不过富邦的 Mitchell 跟 Garcia 都比 Sunny 跟刀神年轻啊。是。这球救回来就在玉龙手上，李振儒 wide open 的机会，左边四十五度角弹到偏右，进攻篮板刀神起来，晃了一圈之后放回去。刀神就是从功能性的抓了进攻篮板再起啊，虽然有做一些脚步，但是他在篮下其实做过一个换边的一个攻击啊，其实的确也不知道怎么从哪边去封堵。是，下尝试的中距离再来一次出手没有。绕过 Garcia 的时候是造成的犯规。是，我看到其实桑尼在 Lopez 跟 Garcia 的对位啊，整个强度啊，其实桑尼还是没有办法跟 Garcia 来对抗。嗯，那桑尼用的是他的经验值啊，不行之后直接上去跟林伟汉做一个 pick and roll 的掩护、啊。那这一场其实桑尼必须要拿出更多的一个经验值跟单打的一些手段、啊。如果光是身体素质，他是绝对没有办法跟富邦这两个洋将来做对抗。林伟汉。前进去假传真往线用走，结果球掉，刀神最后要来猜这个没有猜到，卡西亚是直接被他算这个算是撞也好或是拐到也好啊，是脸上还挨了一记啊。对，但刀神这个球晃过明确之后呢，不会是卡西亚，但是以刀神的个人的一个进攻脚步啊，的确是他只有直上了，看画面上看起来好像没那么严重。当然演不了，演一下是演不了。胡廷的出手没有，篮板回到刀神手上。哦，刀神其实在前面两场比赛啊，是演出了很难得的记录，连续两场团体。林伟汉，这是 mismatch， 刀神再两往里面走，这次自己的抛投没有，但是篮板总算是回到了米切尔手上。自己带过半场，分到左边，蔡文成杀上去了，上篮得分。在守护盖下危险，
林翔往里面走，再切出来要交就交掉了。林书伟的超截，前面蔡文成给进去，这一次再完成这次的小组快攻上来得分，是这富邦的标准的一个快攻啊。其实他的攻守转换一样打得很快啊。所以今天其实讲到两名洋将年纪大以外，其实其他本土球员退防要更快。哇，在这场看到我在二楼已经做了，先看一下吕振儒飞起来的时候。这个拍了一下，不过球还是进了。对，玉龙这个后挡掩护啊，本来就是习惯性做给吕振儒去做投射的位置啊。特别是双挡之后，让吕振儒溜进去啊！第五篮，这个是林书伟送给统一 Michael 的助攻。林书伟非常习惯打这样的 pick and roll， 而且他知道整个对方的大个子扑出来以后，往篮下一丢啊，空中一抛，Michael就会升空把这个球给灌进。Michael本季16.8分一场，其实效率值是够的。林伟汉切传跑出去，吴凯翔右边底角外线出手弹了一下没有，篮板回到蔡文成手上，哇，这球危险，球权还在富邦手上。那今天刀神的防守他必须要很清楚知道啊，林书伟做 pick and roll， 他的第一个时间当然他也会抛，但是如果你的防守太过于趋前去守林书伟，其实后面的补灌啊真的是玉龙协防没有人可以去拦下来。之后林书伟往里面走，再分出去，卡西亚的中距离出手这次力道轻了，桑尼交进去一个地板球，结果球出界，是这球桑尼也很懊恼，因为拖车的是刀神啊，他的地板球传那么低，其实以刀神的高度啊，他在跑动的行进他不可能弯下腰来捡这个球的。再看一次，想要在人缝中呢来找自己的马子，结果出了界，而且这球不是传到膝盖，现在是传到脚踝边啊。刘伟成来了，第二波，哎呀，差一点好球。林伟汉眼睛真的很快，李振儒拉了一杆要给球的时候，球出了界。对，李振儒其实这一球不需要拉杆的，因为他面对卡西亚直接做抛就可以了。卡西亚一旦封阻，其实落边的桑尼是可以直接抓篮板直接进的。是球出界，这时候场上也出现了暂停，请观众朋友稍待片刻，目前比数11-6，富邦领先。真好，对，而且这种天气啊，垒球大部分都在室外，让他们有机会来到室内来看看比赛，也蛮不错的。哦，桑尼在篮下强打，结果还是被米切尔给守了下来。外线再次出手，刘伟成这次没有。是，刘伟成现在就是一个定点射手，因为开 no 之后呢，玉龙的防守稍微一退，他就必须拔起来直接出手。吴冠良晃了一下，这次也没进。玉龙目前三分线啊，出手5次都落空。林书伟勾回来，弧顶蔡文成交给卡西亚，面对桑尼起来了，结果力道轻，篮板看看，哇，老刀神只这样是厉害。林伟汉杀上去，在林书伟面前把这球给抛了进去，对，一个变速之后在欧洲部直接用抛的啊，就把林书伟给吃掉了。那林伟汉这样的一个高度啊，他在进攻端一对一的时候，必须要更多的攻击手段才行。林书伟开出来，东东米切回去，结果球出了界。对，这球还好，林伟汉先把球断出界啊，不然传到右边大角，林书伟是有个很大的空档。因为桑尼即便出去的话，这个林书伟把他过掉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没错，富邦这时候换人，让刘伟成下去调节一下，把喷射机张忠先放上来。卡西亚直接在弧顶三分线出手，哇！这个 miss 掉有点可惜了。对，他本来是要做传球，但看到刀神手他是完全沉退，不仅没有上来，也没有举手情况下，他直接就出手。李振儒防守他的是张东宪，林伟汉背后找到桑尼，今天桑尼其实还没有发挥的空间啊，收了一个后撤的一步，结果没进。对，今天的桑尼如果外线没有办法发挥，他面对到富邦两名洋将啊，就身体素质而言，他是完全不会有机会。林书伟绕进去又交给 Michael， 这次虽然被影响到了，但是没灌进还是能放进。是，这球 Michael 本来想要灌篮就一起来，哇，发觉他人在篮筐底下，只好后仰再把球给放进去。振儒
在刀神的掩护下找到了一个三分出手的机会，终于投进了在这场比赛玉龙的第一个三分球。这个没有办法，林振儒必须要多做这样的掩护才有空手一个出手的机会，不然其实对他的防守这一期各队遇到他基本上都是贴上去。没错，绕着卡西亚跑，刀神这球下得很重，但是没有被吹。这一次晃过了桑尼之后给球，同林明秀再来了，拉了一个小杆，这完全是两名洋将的一个默契啊！明秀从外围空切进去，接到卡西亚一个助攻啊。桑尼，其实他今天一直没有办法站到他擅长的位置啊。外线林伟汉再来一个，是经过桑尼的掩护啊 ，pick and roll， 林伟汉的防守是往后绕啊，当了一个大空档，林伟汉就起身投篮。林伟汉也是一个空档，林书伟在这一次啊，稍稍被米切尔卡了一下，漏了一个半拍，就让林书伟有机会开炮了。对，还以颜色啊，同样的手法，只是说副方多了一个人帮忙掩护啊。李振儒切传三米，往里面拐，哇，变奏降档转进去。两分收下，当然这是他经验值跟手感的展现啊！以他的身材条件硬上去是不太可能的。张浩健传出来，卡西亚一打二打板没进，不过稍影响了。是，但这一球其实桑尼的协防位置啊，非常恰到好处。但卡西亚在空中的一个制空的能力啊，让对方造成一个犯规。我在暂停过后看到玉龙的调整跟应变的措施啊，还蛮快的。虽然富邦在一开始啊，几乎让桑尼都没有办法在他最喜欢的低位的部分去拿到球来做进攻啊，但是整个团队在暂停过后效果啊，进攻的策略上面来讲有做了不错的修正。那主要还是因为林伟汉跟吕正武两名射手都是经过 handoff 之后的三分投射啊。所以今天的其实桑尼一定会遇到很多麻烦，那刀神绝对是功能性的篮板球员，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其实本土球员呢、啊，如果没有发挥他的外线能力，这场球赛对玉龙来讲真的是很难打。卡西亚第二发没进，不过进攻篮板郭少杰抢了回来，这一次要从底线强行突破的时候又造成了犯规，那也是林伟汉的犯规，因为第一节真的是对方的洋将实在是活动能力太好了，那个刀神、啊、已经有点累了，马上先换下去休息，坐在板凳上。他喘息还蛮大的。好，当然在犯规之后，林伟汉也下去调整一下。郭少杰提早的三分没有，篮板桑尼抓下来。现在其实整个副帮里面，郭少杰也是另外一名培养的定点射手之一啊。好，桑尼要往里面加速拐进去的时候，哨音在响，这个是 Tony Mitchell 的犯规。第一节还有最后一分零五秒。富邦勇士在暂停过后的攻势上面稍微被限制住了一点。桑尼 ，Andre Garcia， 这个手一直像刷雨刷一样，一起从左边打进去了。哇，卡西亚这个风火轮的防守方式啊，但是其实桑尼打得更有经验了、啊，切进去先把对方靠了一下，让对方没有起跳的机会，而且还用卡西亚做掩护啊，躲过了 Mitchell 的二波防线。卡西亚硬起，这次要换一颜色没有？卢冠良背后找到的是周国成，晃起了卡西亚之后再出手，造成了犯规。哎，这球攻守转换，为什么卢冠良会是现在玉龙的控球替补的不二人选？就是因为他的传球视野跟技巧是有的，但是也因为林伟汉的表现太过突出，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林伟汉在控球。所以如果玉龙在剩下的比赛，如果可以大量的时间让卢冠良去担任这个控球替补的角色啊，以备整个季后赛的备案，我觉得会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好，当然卡西亚刚刚这一规啊犯在的是周伯成上面了，但个人第一节两犯，对，稍稍有一点小麻烦，先下去换上的是前一张比赛啊最后关键时刻有两个火锅跟两个稳定中距离深准演出的林志伟。是，当然因为过去中华队的四号位置啊，林志伟跟周伯成啊都是常客，那现在由于一些年轻小伙子啊开始有不错的表现之外啊，今年的中华队这个四号位置啊真的是一个蛮竞争的一个位置。是，两罚一中，22-19，但这波进攻完了，玉龙也还有这一节最后一集的机会，
红之山上来，米切尔在高位分出去找到小胖，往里面走的时候踩到了边线，形成了失误。这是一个成功的战术，交叉掩护之后后挡一个大脚，但最后就是踩到线，不然其实红之山的能力可以投射，也可以切入，直接破坏得分啊。就刚刚的状况来讲，可能往里面带两步之后会用抛投了。是，所以现在其实三分线往后伸了，其实边线大脚的三分跟边线非常近。是。最后一集，桑尼外线出手弹了一下，没有篮板，林志伟抓回来，还有1.5秒，往前给，哇！洪之山差点投进了一个更远的 buzzer beater。当然，在第一节打完了，目前富邦勇士啊22-19，仅仅领先新北裕隆那智捷三分。当然，桑尼还在为刚刚最后的这三分球被打手还在 murmur。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打完第一节双方的分差只有3分，当然在第一节的裕隆的修正状况也很好，在桑尼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来到他最擅长在低位的位置，不过现在慢慢的修正了，特别在双方第一节后面当刀神下去之后，他回去了效率反而还是回升了。对，可是桑尼今天要在低位啊要发挥优势是不太可能，因为两边真的是杨将的对抗素质还是富邦好一点。当然刀神今天的篮板啊绝对是很重要，如果他没有去有效帮助裕隆的攻守两端的篮板，对裕隆来讲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南博的出手没进，洪之山现在裕隆祭出一个2-3的一个区域联防啊，林志伟上来掩护，张东先往里面走，交出来，时间要到了，剩下5秒，洪之山找郭少杰，左边底线张东先出手，刷了一圈没有，林志伟把球拨到了道森手上，道森，好，郭少杰够黏，让第一波的卢冠良没有 hang off 的机会，林伟汉塞不到人了，吕正如，周伯成。下去之后要找卢冠良，左边30度角 wide open 三分球，这一球经过 Piccolo 掩护啊，其实在中锋下啊，其实吕振鲁已经看到左边的大脚卢冠良已经上来的高的位置啊，一个很大的空档传给他投射，哇，这是开节之后啊，裕隆第一次追平比数22-22，郭少杰找出来，洪之胜带一步的三分线出手，眼还以颜色。整个在副方里面呢、啊，最稳定的射手还是洪之山，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区域联防，洪之山在三分线拿到手啊，先把对方晃起来，再带一下做挑衅。你看，躲在刀身后面，重新找出来，周伯成转身，刀身剩4秒了。这个中距离的位置比他过去习惯的地方远了2步啊！是，当然也因为米切尔完全有上来封阻了，改变刀神一个投篮的节奏。是，李志伟罚球线附近，先自转了一圈，看看能不能让富邦开始攻转。李志伟这一次中距离没有。周伯成要起的时候球掉了，最后球权争抢回到张中健手上，前面自己杀上去找篮板打了一下没有，但林志伟要抢篮板的时候被吹了犯规啊。是，整个卢冠良卡位卡得非常好，但林志伟在抓篮板的时候啊似乎有把对方推了一把，用手啊把卢冠良压在他身下，是把他压着让他跳不起来，左手啊完全搭住卢冠良左肩把他扣着，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就身高上来讲怎么点他卢冠良应该都不是他的对手啊。那因为卢冠良的重心比较低啊，在下面顶着啊，那林志完全没有起跳的一个空间啊。李振如来了，这次插板没有，但是篮下拨了一下被刀神给拨了回去，对，刀神就必须要拿出今天更多的这样一个本事啊，做活动篮板把他给补进了、啊。刀神这样的一个协防啊，让米切尔多带了一下。这球出界，发生了失误，球权回到裕隆手上。
哇，刀神现在已经第二节刚开始了，将近三分钟已经有十个篮板了。是在防守端，其实刀神正手篮下，对方的确要打到篮下不是那么容易。这次面对林志伟，这球放大力了，前面有快攻的机会，郭少杰上了得分。林伟汉，哇，林伟汉够拼啊，把我们的同仁撞到外面去，连鞋子都掉了，真的是辛苦的篮下的同仁。当然他尝试的要来，因为退防他最快了。是李正路起来，结果球没进，但至少有站上罚球线的机会。我看到他林伟汉马上过去，再跟我们的摄影。跟我们的摄影同仁握手致意一下。我们看到林伟汉这一球的一个后门啊，只能说队友真的传得非常到位啊。李正如第一发没有。那吕正如今年的整个罚球命中率啊，也必须要再增进，因为其实他大部分的投射空档都不会太多，那很多是有经由破坏再去出手，那通常对方如果有犯规收场都是送他上罚球线，所以他必须要更加的去把握住罚球线上的位置，才能够让他的分数不断的继续上升。是，当然吕正如现在本季的罚球命中率只有62.5%，刚刚及格。以一个射手来讲是不及格，是哇！这球要往里面交的时候被玉龙给摸掉，林伟汉边走边看，周伯成拉了一个小杆，差了也没插进。是，当然他起身的时候，明确已经升空拦截啊，所以他必须。林书伟交给空手走进去的蔡文成，这一次弹了之后翻了进去。这球林书伟一箭穿心啊，传的真的是很漂亮，在空手转换直接看到了蔡文成。不过呢。防守他的是郭少杰，直接三分线大号三分球弹了一下没进。林书伟躲在米切尔后面，是直接拔起来出手。你的大号三分弹没有，我有啊！是，所以玉龙必须赶快叫出个暂停啊！这样攻守转换，连胡凯翔都不知道，这个时候沟通上出了问题，漏掉这么大的空档。是，而且躲在米切尔后面真的是非常的安稳。这时候玉龙喊出了暂停，我们休息一下。目前比数32-25，富邦领先。甚至是快攻的组织上面来讲啊，还是成功率高了一点。那玉龙现在相对来说稍稍的被打乱了一个阵脚，目前落后的分数来到了7分。对，也因为刚刚在玉龙退防的过程中啊，丁仁或区域两个人队友互相没有交代清楚啊，造成这样一个三分投射。当然在退防过程中，第一个时间绝对是任丁仁先优先把球给慢下来。高盛，然后交给林伟汉。周伯成中距离出手没有篮板，林书伟抓下来，开始瞄啊，看现在有谁有机会，这球危险，还好赶快。林书伟跟裁判阿 Q 打手一个犯规啊，但裁判还是仍然坚持他的一个想法。是，最后球，蔡文成在往里面走的时候出了界，但是谁的球要讨论一下？对，底线跟边线裁判有不同的意见啊。当然这个离边线最近的裁判他看得最清楚，直接跟底线裁判试一下，其实他的角度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从画面上看到边线这个裁判他看得非常清楚。球权在玉龙手上，当然打到蔡文成的脚了。周伯成，李立人在前一场比赛外线有不错的演出，这时候上来要帮忙球队来抢分了、这一次李道清篮板，林志伟。是，不过经过这样的一个掩护啊，林立人的得分手段本来就应该出手。哇，现在哇，这个是的确倒地啊，似乎是有受伤的情形啊。林立人上来了，是这个快攻的机会 N1， 而且有机会来赚三分，但是场下另外这一边Tony Mitchell的状况可能需要了解一下。是，看他倒地，其实好像是蛮痛苦的。是，我们来看一下刚的。啊，右脚踝，右脚踝翻了一下，是，
右脚踝踩到对方的脚啊，翻船了。通常这样的扭到，就看他等一下下去的状况、啊。是，因为他原本就还有伤啊。不过脚还能够撑地啊，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那现在其实富邦的教练团马上上前关切，就看这一场他是否还能够继续上、啊。那通常球员在受伤下去之后呢，就看他是被搀扶下去还是被抬下去，那他自己还能走下去，这应该就是一般的所谓的小扭。当然站就画面上来讲，他还不到大翻船、啊、是他只是在这个降落的移动的过程里面呢、啊、踩到了防守球员的脚，是所以有一点小翻。对，通常会比较大翻是跳起来落地的时候单脚支撑去踩到人家的脚整个翻过去，但是这在行进间的过程中并不是跳跃，所以这样的翻船其实还好，经过休息包扎是否能够在这一场再度回到球场上，就看他等一下整个在休息室的治疗状况而定。当然他现在是先退场去观察一下了，看看如果有没有立即的红肿。当然我想依照邱平刚刚提到的，还能够自己行走，就应该不至于到非常非常非常严重了。是，所以我们关心到是看这一场能不能上，如果不行的话，其实徐哲教练也不会勉强，毕竟球员的健康还是最重要的。那他这样的能够走下去，其实我想休息两三天，冰敷调整后，以你确的一个肌力啊，贴扎之后，下礼拜应该就可以继续出赛了。好，当然如果后续有关于 Tony Mitchell 伤势的部分呢、啊、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来做跟进。当然这个扭伤的同时啊，这儿 Charge 就要来帮他的好朋友来讨回公道了。先回过头来看刚刚快攻上篮得手的林立人的加罚，这次也有。对，当然现在就把活动力更突出的林梦雪给再度换了上来了，就是利用他一个攻守转换跑动的能力啊，来代替米切尔在篮下篮板的一个优势啊。那其实这两周啊，不管林志伟也好或林梦雪也好，其实在四号位这个位置都为球队带来了不小的贡献，当然也都慢慢有看到成长的空间了。是，卡西亚进去了，要灌进，结果没灌进，伤脑筋。一开始暖机还没有暖好，当然林梦雪上来最主要一个工作啊，还是来看守桑尼，因为以林梦雪的速度跟防守能力啊，还是比较有机会去跟到桑尼的脚步。周伯成弧顶的中距离出手没有，篮板最后被郭昭南拨下来，但是桑尼起的时候，哇，这又是一个 N1 的机会了。哇，在这个卡位篮板谁都可以不注意，但是就是不能不注意郭昭南的怪力啊，一个进攻篮板之后呢，再一个助攻给自己的队友桑尼得分了、啊、所以桑尼这个 N1 啊，这个功劳是完全要记在郭昭南身上。当然郭昭南真的是无所不在难啊，他真的是从哪里出来就跟蔡文成一样，是跟着球跑的。这时候喊出了暂停，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会不会为这场比赛、啊、带来一个隐忧啊？那当然这也是富邦整个教练团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啊、好，当然卡西亚刚刚在接替 Mitchell 上场的第一次灌篮了，这个灌到篮筐了，但球没有扣好。好，暂停过后桑尼要来执行 N1 的这一球，当然桑尼也是有伤在身啊，赛前问了一下，当然好，他都说好了。不过他说，当然你说真的是完全100%，真的也不到，但是就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至少在他70-80%的一个功力啊，在整个在进攻端就能够帮助一楼。这边的三分打，这边是三分线，卡西亚的三分球。走路停看兵的抛投没有，篮板争抢，蔡文成捡回来，林梦雪交给林书伟，另外一边有洪思善，但林书伟选择自己来，这球没进，但篮板林梦雪赶快、来不及了。是，但这球攻守转换了，林书伟在三分啊，已经意识到自己一个很大的空档，直接做出手了。那这球可惜林梦雪没有抓到这个篮板、
这时候再让林武汉下去调节体能，林育人上来，那富邦这边也把刘伟成也换了上来，让洪志汉下去休息啊。罗伯森传出去，国昭南晃了一下的中距离底线出手，空心球，好球！这完全是一个战术被破坏节奏啊，直接开了后门，再传给国昭南来控挡得手啊。国昭南能守大的也能守小的、啊，真的是很好用、啊。是，哇，这球眼都不敢去看球、啊，因为怕被打到、啊。蔡文成在心脏地带这一抛，哇！吕彻龙这个发底线球有点急了，一只脚在里面，在外面，他在空中，但是好像裁判是抓他有落地的时候再把球传出去的。裁判跟他解释，你是脚落地踩到界内才把球给传出去。一时不察，他是先踩线，再收起来，哦，也是一样的，对，一样的意思。不管是踩线没有退完，没有完全退出场，或是你进来发球落地啊，状况一样。哇，连续两次蔡文成都在最危险的心脏地带都偷进了，而且连偷四分啊。蔡文成进攻上了十分，哇，一下再起桑尼，哇，再次有了。桑尼今天你看，杰卡西亚脸上好像不是那么的 lucky 啊。上一波被刀神撞了一下，这一波又被桑尼给撞了一下。但是我们看到画面旁边啊，其实米切尔在旁边经过包扎休息治疗之后，再度回到球，再度已经在做热身了。哇，这个左手完全是在对方的也撞了一下。哎，这个现在不管 Tony Mitchell 会不会再重新打卡上班啊，现在对于 Garcia 来说很重要。林梦学，哇，这球开得不理想。直接被吕振宏给抄掉，桑尼分出去，林立人带了一步之后，三分线出手，空心球。林立人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他替补上来的情况下，外围就是他的本事啊。啊，米切尔现在在旁边包扎之后，在热身体能，现在在看他的整个脚的移动的状态啊。这一场应该有机会再度出赛。好，这时候眼看状况又危急了，富邦勇士喊出了暂停了。我们来听一下许金德总教练在这一波会怎么来叮咛。不让我们雷要接球，我们也要还他一个三分吗？如果待会当所有的发球 ，Chuck 会走掉，孟璇你就不要跑快攻，你就全部在这边，你就帮旧打，像 Double 一样，伟成你也走掉。所以让文成你来发球，就是你们两个去挡完做万的发球，接下去看这边挡完他以后再去挡文成，文成直接边对边用边对边的方式，伟成你先在这边然后再去接，这样来接快攻路线，恰格再直接过来，不要连这个都要喊一个暂停。是徐哲教练讲得非常清楚，尤其他注册的一个边对边的一个战术啊，这些动作都是过去整个徐哲教练最拿手的一个执行的方式。那他刚才讲清楚说不要连这个都要喊暂停，就是说他在训练的过程中跟这么多季的一个比赛，他已经不断的把这样的一个战术下达指令，但是球员在这一场似乎做的不是那么的好，所以他不断的提醒球员还是回归到基本面，把攻守转换边对边的战术给做好。好，现在刚刚看到夏普跟 Tony Mitchell 两个人真的很有爱，两个人哎，问了一下你没事，我没事啊，两个都笑了。当然，其实来到他乡来打拼啊，真的是英雄惜英雄。哇，米切尔已经准备要来上场了。没错，先拆这个炸弹，交出去蔡文成，晃过一个往里面走，这一次没有，篮板再被 charge 捞回来，林梦学跳得老高。但是自己重心不稳，球赶快交出来。是，那好在林梦雪去抓这个篮板，把球救了回来。蔡文成 wide open 也还以颜色，这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的功劳还是要算在林梦雪身上，因为他积极的冲抢啊，造成自己球队有这样一个投射的机会啊。好，这个时候看到 Garcia 这一捞。林梦雪不愧是练田径出身的，虽然重心不太稳，是，但跳的高度啊。够，哦，这边换郭昭南好像也有一点脚上不舒服的状态。好，这时候加西亚下去，那另外郭昭南也先退场休息。
玉龙这时候桑尼也下来，把刀神放上来，周国生差点没有人来接应。上半场的最后1分35秒，双方4分差。如果能绕进去了，哇，这次要挑战篮筐，结果放大了。对，经过一个掩护上篮，看到米切尔上来，当然放也放得快了一点。两分没拿，投三分也没进，但篮板被米切尔抓了回来。蔡文成找到林志伟，米切尔的掩护塞回去，交给米切尔，没有好的空间，但是还是强势一起，哇，很快的机会。而且米切尔回到球场上啊，跟刚刚扭到好像完全没事一样啊。他在防守的一个补防跟这个掩护之后空切进去啊，起身去投篮啊，完全没有影响。反而下去看了一下状况之后啊，整个人体能更充沛了。这一次加罚也要到了，而且通常球员在受伤之后下去包扎，再上来休息，再上来作战的时候，他的专注力会更加集中，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手身上有伤了，他不能够去分心了。高盛交给任如，刘文成贴得够紧，再来一次中距离出手，弹到偏左，篮板回到刀神手上，篮下起来，这个回去。刀神这种功能性的球员啊，在这一场其实发挥得非常好。哇，这球差点回场。还好林梦学速度够快，脚够是脚先落地再接球啊。刘文成，蔡文成要塞下去给 Tony 了，直接中距离出手，没有，篮板李振如抓下来，林立人。哇，这个要往前瞬间加速的时候，造成了林书伟的犯规。是。当然，现在攻守转换呢、啊，真的是各队打得非常成功的一点啊。其实得到球以后，不管是你没进或失误啊，其实锋线都往前跑，只要边对边或球有对边传到前锋的手上，基本上一对一上去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现在的篮球很少说慢下来，每一球都是五打五，所以40分钟比赛你来看啊，基本上五打五的次数啊，真的是少之又少。当然，现在这种快速转移 transition 的过程里面，机遇战的几率是偏高了。是在攻守转换一对一上去不成的情况下，接下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两人组合啊。是，所以就是之前球评也有提到，这个配菜的过程很重要。是，持球的人在面对推进的过程里面，看左看右看前看后，是，这时候控球又更加重要。当你攻守很快，结果你连续好几波都不成的时候，必须就把节奏再度慢下来了。哇，结果林立人这一球操作过急啊。是，当然玉龙现在还有犯规的一个空间呢、啊，因为目前只有一次啊。没错。当然剩下14.6秒，不断的犯规让对方上边线重新发球，这也是好的选择。所以现在把防守组再度换上来了，把比较少上场的潘冠现在给换了上来做一个防守，也因为他的高度啊，有效来封阻林书伟一个三分的投射。时间要到了。剩下最后的3.5秒，是，而且这一球张忠宪上篮了、啊，这个刀神的回防啊，真的很及时啊，把这个球给毁掉、啊。没错，最后的3.5秒，球权还在富邦手上，这时候当然要把进攻组洪志胜放上来了。林梦学这防守组当然可以先下去，来看这波最后3.5秒会怎么来走啊？对，这个底线发球最多再发进来，最多再传一球就要出手了，所以这个必须里面要有外围射手。但直接开后门，张东升第二波再起，刀神跳都没跳，直接把球压了下来。当然，因为米切尔刚刚一个受伤啊，真的让富邦的教练呢、啊、稍微吓了一跳。不过回到球场上、还好没有事，而且整个本土球员稳定发挥啊，把整个分数还稍微稳住了，目前是4分的一个领先。不过在中场的部分，我想对于巡哲总教练来说，应该会没有办法接受在第二节被玉龙往上追击的过程里面自己发生的失误。好，在中场要请富邦勇士的总教练巡哲来谈一下，整个在第二节的状况稍微多了一点，但怎么样能够来让专注度可以回来？其实玉龙本身就是非常强大的球队，尤其我们还没有跟他桑尼跟刀神这样的组合去配过。
那的确现在桑尼的单打造成我们一定的麻烦嘛。那如果我们又让他们本土的外线又打开的话，我们当然在防守上面又会压力很大。那我们另外看到一点，刀神在不断的在抓进攻篮板，屡屡的去得分啊。那这个在下半场会不会针对刀神做一个卡位的一个动作来防守？一定是要啊，因为我们有特别强调他是他们篮板最多的一个球员。然后可是我们的 Tony 跟 Chuck 常常被带到外面去，要去补防他们的射手。这点我们可能必须中场再提醒大家一下。好，最后谈一下 Tony 的伤势，应该还好了哈。其实应该是。防务员是说应该不大能打啦，可是因为他之前在前一个联赛的时候就曾经有这样过，然后他也是说他是可以打的。然后我刚特别就是他说他要打，我说我先让你这两分钟先试试看，如果不行，当然下半场就不用他，那中场会先看一下他的状况。好，谢谢总教练，就是我们中场访问，谢谢。也请各位朋友稍后中场报道，马上回来。下整个在上半场，其实玉龙的调整的状况也非常的好，这个双方斗志的过程呢，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其实在玉龙整个状况啊，其实桑尼在个人单打的确对富邦带来很大的麻烦。那另外就刀神的一个活动篮板，他的活动篮板造成二波的取分啊，富邦在下半场也必须要去注意到这一点。那反观富邦这边到目前为止，他整个得分呢也蛮平均的，所以在整个45分的过程中啊，其实富邦的团队作战，包含边对边的快攻啊，其实刚暂停巡哲教练有讲到啊，那再加上林书伟个人一个外围的投射，洪志善外围的支援，再加上蔡文成一个13分的进账啊。那保持这样一个4分的领先，所以今天的富邦还是靠团队来做一个应战，才有机会去赢球。对，当然另外其实对于今天富邦勇士来讲，先撇开 Tony Mitchell 刚刚的脚踝扭到的部分不说，其实今天在篮板球的总数来讲，甚至是进攻篮板的保护，相对来讲就是富邦的防守篮板的保护，其实做的效果并没有太好。虽然篮板数来讲双方差不多22比21，但是整个让这个进攻篮板啊，这个刀神就抓下了有4个，所以也造成了现在在禁区啊，你虽然投不进，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把球权给掌握住啊。对，而且刀神在他的得分的6分当中啊，如果没有印象没有错，几乎都是抓到进攻篮板再得分的，所以刀神其实他就是一个功能性非常好，而且他今天的中距离其实富邦守得非常好，都贴上来了。没错，但是在防守篮板这一块啊，其实富邦的确在下半场必须要再加把劲。对，所以某个程度来讲，今天有先把这个刀神的赛前的分析来讲，有把刀神习惯在罚球线附近往左半边来算的这个45度的这个投篮范围里面，有把刀神给锁住，但是相对来讲，今天还是要来解决目前自己的篮板上的问题。不过回过头来看，其实今天相对来讲，富邦勇士在上半场的几波的策略调整，虽然徐英哲教练永远是不满足啊，但是还是有做到基本上在场上临机应变的状况。所以在下半场就要来观察了一下，就是 Tony Mitchell 的伤势是不是真的能够应付接下来两节的激战。当然，另外整个团队两边在休息室会议过后，是不是有令人出乎意料的调度？也请观众朋友稍待片刻，稍后中场统计数据以及战术分析马上回来。在进攻篮板当中是少见的、落后了。来看到投篮的命中率来讲，富邦还是保持了领先，38投18中，将近50%的准度。而玉龙呢，其实也维持在水准之上啊，40投16进。而在3分球的部分，富邦今天确实很稳，13投7中，目前是超过了50%大关。而玉龙呢，则是今年本季的外围的火力啊，真的是比较低迷一咪咪啊。那在篮板球的部分，富邦勇士22比21领先，但是进攻篮板则是玉龙领先。在助攻数来讲，其实在上半场富邦勇士打的团队的流畅度是够的，那双方的失误数上面来说呢，富邦也稍微多了一些。在半场的个人表现部分，我们看到哇，蔡文成异军突起，个人攻下了13分，而 Michelle 跟 Garcia 是各攻下了9分，林书伟两记的3分外线是砍进了6分，而在玉龙的部分 ，Sunny Sakini 是攻下了9分，吕振如8分，林毅仁今天板凳出发有不错的演出，得下7分，而 Dawson 拦下3波的补篮呢，则是攻下6分。
当然在半场的部分呢、啊、要来请球评谈一下，在今天的战术上面来讲，其实在开后门开底线球的部分有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对，过去其实整个富邦在底线球都可以发得很成功，最后由蔡文成来做执行上篮。其实这个战术设计的非常简单，由林书伟控球来做一个底线发球，然后由卡西亚跟林书伟在同一边，然后先由落边的一个射手的位置来挡卡西亚做一个阿雷尤的球，如果没有篮下就让开了，由上面的高位四号来挡蔡文成，溜到篮底下直接拿到球得分。这个战术其实打了很多球队，打得很简单，但是成功率却很高。好，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在今天两队哦有机会处理这种球的空间都有，不过富邦确实蛮擅长在开后门的第一时间，包含上半场的最后一集，只是可惜张中健被 Eric Dawson 给删了下来啊。所以其实在整个战术的过程里面，还是要看看大家能够跑不跑得到位置啊。这边请大家稍待片刻，稍后第三节比赛马上回来。用 My Video 的 App 可以同步来收看。我看到现在半场领先呢、啊，富邦的关键就是蔡文成啊，但老将啊确实跑快攻有一套，同时在掌握篮板的过程里面也能够在帮助球队有所收获。目前是13分5个篮板，外加一次的助攻。对，蔡文成一直以来都是整个富邦的一个重心啊。那他在本土的一个出赛的时间或许不是最多，但是他的效率值常常为球队带来很多胜利的契机啊。是，那这个就是他的多年征战的沙场经验的累积啊。10投6中啊，13分5篮板，效率非常的好。对，那因为玉龙也因为今天林立人上来的一个3分跟2分得分的演出啊，帮助玉龙现在分数咬得紧紧的。嗯，第三节比赛开始，富邦在一开始放上林书伟、刘伟成、蔡文成以及 Mitchell 跟 Garcia。玉龙的部分呢，林伟汉、林立人搭配李正儒，还有桑尼跟 Dawson 转进去，结果哇，这次卡西亚率先拿分。对，卡西亚拥有这样的出色的单打能力跟脚步，一旦转到篮下，桑尼也很聪明啊，就放开了。这球结果托尼米切尔自己叫的声音老大。可是我觉得米切尔在刚扭到之后回到球场上，一般其实常常扭到，刚徐哲教练讲上一季他就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其实有时候球员的脚踝的韧带他是已经是松掉了，所以有时候扭到只是稍微撇了一下，稍微脚麻，如果经过治疗恢复的话，回到球场上是完全没有什么差别的。南摩的出手没进，桑尼假动作之后反身突然来个偷袭的抛投，结果也没有。是，这一球林书伟的卡位篮板做得很扎实啊，林伟汉从后面要偷球啊，但是还是把对方给扯了一把。林伟汉的犯规，个人第二犯。当然，这如果开玩笑的讲，刚刚 Tony Mitchell 下去其实是这个换了一个新的踝关节上，是这个感觉他没什么太大的影响，是因为直接找到篮下 Mitchell 要骑的时候造成的犯规。现在林书伟跟 Mitchell 的搭配啊，真的是越来越成熟，默契越来越好。只要一个眼色知道他丢进去，那球就随时高掉进去了。对，当然面对这样子的漏洞啊，赶快玉龙也喊了，在篮底下赶快小组会议讲一下，由吕正儒来召集啊。当然，因为球场上老大哥必须要告诉球队的队友们，必须要这个团队的防守，因为对方经过一个组合之后啊，溜到篮底下落边是必要协防。可是我们画面看到来协防的是林立人，但是他跟米切尔的高度跟弹跳能力实在差太多，这一球只有毁掉了。等米切尔第二罚，看了一下没有。48-41。林伟汉，现在林书伟收球之后要来找人，桑尼上来高位掩护给李正儒，往下走，左边没有跟进，但自己擦了一下没有。Tony， 这个变球运有点胆战心惊啊，要交给 Garcia 差点被弄掉，但再重新来，还有12秒时间够。哇，这球最后还是被玉龙给抄走了，林立人丢回来，前面林伟汉漂亮好球交给 Sunny Sakini 快攻得手。是，也因为这个助攻让林伟汉的助攻数啊再度拿到10次啊。嗯，那林伟汉在今天的
得分啊稍微客气了一点啊，在整个出手啊，目前只有三分线出手两，三分线只有出手两次，那两分线出手两次，那各命中一球。但林伟汉本身啊，就不是进攻欲望绝对旺盛的。但是在前一波啊，当时战机往上窜升的过程，是因为林当时比郑鲁的手感比较低迷啊，所以在必须有人要来配合跟杨将来做进攻上搭配的时候，他当然是第一人选。是，所以林伟汉今天是不是也在体能上也出现了？卡西亚的大号三分，力道大了，篮板增强，最后回到林立人手上。李郑鲁很快挑战篮筐，结果直接被卡西亚给压了下来。前面这一次换林书伟找到刘伟成完成这次这个没有停止的助攻啊，是，而且林书伟这个第一时间送到前面啊，那么助攻啊来到了十一次啊。那我刚才讲到，其实林伟汉是不是也是跟很多球员一样，实际上来到季中啊，他身体也开始出现了一个疲态。对，目前他的助攻数啊，林伟汉来到了四次，得分五分，而且今天在整个打球过程中，似乎侵略性比较没有像过往几场那么的活跃。嗯。来看一下刚刚吕正如要硬起，直接是被 Garcia 给封了下来，同时林书伟空中接球第一时间就把球给 pass 了出去了。林书伟跟林伟汉哇，今天双方的助攻数都已经上看到两位数了。林伟汉目前大概只有四次的一个助攻啊。在记录上显示啊，目前林书伟是十次的助攻。是，所以我刚刚提到，其实很多球员啊，在这个时候啊，其实球技打了一半以上啊，所以很多球员出现疲态，那球员的轮替就是非常重要。嗯，当然，刚刚在检视数据的过程当中啊，稍微出现了一点瑕疵。那除了检视数据，你再看林伟汉他现在在处理球，跟过往他在每一次助攻都超过十五次、十次以上啊，他在处理这些 pick and roll handoff 在他身上次数是很多，但就这一场来说，以他处理球的比例啊是相对少。哇，这一次中间要开拖车，小拖车进去，结果被却又来了一次 go tending。是，另外他本来是要跟杨将做一个 handoff， 但是看到对方的防守是完全断掉这条路线，他直接开了一个后门。硬打桑尼直接起来灌了得分，这就是我说的，其实杨将的身体素质啊，卡西亚还是比桑尼好那么一点，因为光是对抗啊，其实桑尼就完全没有办法去跟他做直接正面的对抗。这次切传找到左边四十五度角的桑尼，桑尼你不是你来一个三分球，但桑尼的优势就是他攻击手段很多，而且外线命中率非常高啊。篮板回到刀神手上。林伟汉哇，趁蔡文成一个重心不稳的情况下，也砍了一个三分球。是，经过一个 pick and roll 的掩护啊，突然间加速让蔡文成失去了重心啊，自己的空档就非常大。林书伟，罗尼米切尔，你不出来，我投了。篮板刀神从外面飞进来抓走。蔡文成这一场一定非常的气刀神。是，三米，第一个假动作没有。林伟汉切分，再回给刀神，在高位的中距离得手。哇、哦，现在玉龙反超前了，这个状况不太妙。是在这段时间，林伟汉的三分再加上刀神一个中距离，而且很多次篮板其实蔡文成准备要抓到手的，刀神从后面回来又把球给收起来。玉龙打出了一波8-0的攻势啊，从45-52变成反超前，而且这时候是有没有机会？林立人跟Mitchell 在底线来争球的时候，最后 Mitchell 拉了这一把，这要看看有没有空间了、啊。是，因为在画面来说，的确是直接对人抱住啊。是，当然这个如果看画面的话，应该百分之很高，应该会是一个违反运动精神的犯规、啊。是，但是在裁判还没有做最后判定以前啊，不好说。是，但林立人很聪明啊。刚刚啊，赶快先离开犯罪现场，先去跟旁边的朋友聊聊天，不用去加深这个
被吹判的过程。是，当然现在得利的是林立人，他不需要再去做任何的一个言语上的跟裁判讨论嘛。好，经过画面重新确认之后，这是一个违反运动精神的犯规。是，很明显就是从后面双手把他给抱住了。当然今天看到了两次改判了、啊、确实都没有疑义啊。上一场是从不是从是变不是的于焕雅，那这场是从不是变是啊，是 Tony Mitchell。 是，当然因为经过这个画面的改判呢、啊、其实在现在裁判都非常重视，因为毕竟在这个今年的赛制啊，大家都拉得很近，比赛的成绩其实都每一场其实都攸关晋级的排名的顺位啊。嗯，那每一球其实各队教练其实也都非常的重视，所以经过画面的其实判断，裁判必须改判，这也是必然的。这一波10-0的攻势，现在玉龙是领先的富邦3分。球权还在玉龙手上。第三节最后的5分03秒。李正儒面对郭少杰，再交出去 Sunny， 往里面拐了。最后要起的时候稍微响了。是。上林这一球慢慢来，慢慢来，撸进去啊，还是赖到一个犯规啊！而且、啊、这一个犯规吹在 Tony Mitchell 身上的话，就是他的第五犯了、啊。是，所以在这一节，如果 Mitchell 已经五犯的情况下，时间还有4分53秒，将近半节的时间啊，那富邦勇士能不能把分数咬得紧紧的，来到第四节才有机会以一名洋将跟对方一名洋将来做对抗。不过这就是桑尼很聪明的地方啊，知道你四犯之后这一球打定主意就是要往你身上走、啊、是，而且他在第一时间三分其实有投射的机会，但是他看到是米切尔手上来，他就忍住了往他身上不断的去赖上去啊。其实当然就画面上来看，托尼米切尔这个冤枉真的喊的是可以喊的、啊、对，虽然今天面对到富邦两名真的非常强悍的一个外援的情况之下，桑尼到目前为止啊，也得到了14分7篮板2助攻啊。嗯，但这个结果对于玉龙来讲是好事，是，但对于富邦来说现在头痛啊。但就整场的这个命运来说啊，富邦勇士注定还是要少一名洋将，从刚刚扭到脚跟现在午饭了、啊。好像注定就是说在这场比赛必须要有一些时间啊，是一定要只能一个洋将来对付对方两名洋将。好，在这个换人的空档啊，这个两队也在场上啊召开小组会议，那这时候场上出现了暂停，玉龙靠着这一波10-0的攻势，目前是反超比数来到55-52。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刚刚蔡文成这个记录真的是非常难得啦，其实我一再强调，以他这样的身高不到200公分，而且才190上下，嗯，却能够抓到这么多的篮板，而且在洋将的篮板这么突出的情况下，他以本土球员之姿可以抓到这个篮板，真的的确是不容易、啊、是，当然在这场比赛之前是1994个，那今天呢则是已经刚刚补满了6个。回到场上， Tony Mitchell 五犯离场，现在要由桑尼来执行罚球第一罚球。是，当然在这时候其实在富邦的外围啊就必须要提供更多的资源了，因为现在篮下的优势已经不在了，那其实这些射手群跟锋线群啊，除了快速的进攻边对边的跑动以外啊，基本上在 separate 的情况下必须要更多的掩护外围的一个投射机会。最后 Garcia 只能自己来了，运气的同时 N1，哇！这球一进，徐俊哲总教练马上再把 Garcia 叫过来，双方再来更确认一下，等一下的战术该怎么执行。是，而且 Garcia 其实他今天强打桑尼在篮下，其实他已经很清楚，桑尼在跟他的身材对位是比较劣势。嗯，不，桑尼也蛮忍得住，到现在才一次犯规啊。对，而且另外一名道森其实也才一犯啊，所以这整个状况确实。这里看得出来的两名老经验啊，真的是老啊，还是比较耐得住性子。是，但是我还是要叫刀神宝宝。没关系，你想怎么叫都可以。哇，这么大的一个空档投射啊，是不应该的，因为其实
卡西亚准备下去协防桑尼的 low pull 单打，但是这个高位的刀神接到球，第一时间就出手，这也就是他进攻的一个手段，因为他的中距离命中率真的是非常高啊。上半场富邦在针对刀神在中距离出手其实限制的蛮好的，是，但是因为单打 low pull 神明确实不需要协防，但是继续面对包夹的时候受影响了。现在的富邦的策略啊，就是由卡西亚来硬打桑尼，造成玉龙有个包夹的机会，自己有外线投射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底线已经溜过去一个林梦学啊，那如果这个球没有犯规的话，其实传到篮下林梦学两分是稳的可以拿下的。对，要么可以在禁区内给小球，要么可以这个面对包夹的时候来寻找外围的投射。是。所以玉龙如果在这几波如果防守卡西亚屡屡被他得手，而且造成桑尼犯规或者外围投射，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二三的区域联防，或许会比较好一点。卡西亚第二罚也进，回到两分差，57-59。玉龙在半场过后第三节很快找到了破解富邦的方法，桑尼面对林梦雪往里面拐的时候，哇，这个桑尼的碎步，哦，卡西亚跟桑尼现在有一点小小的冲突啊。是，卡西亚想要赶快把桑尼的球拿过来，要发边线球直接做攻击，然后桑尼也非常老油条，球就是不给他。然后这一球其实整个富邦在桑尼已经在 low post 准备单打的时候，其实口袋战术已经站好了。是，当然这个桑尼的在发动攻势前习惯性的碎步啊。但过去他的碎步没有被抓，这一次被抓了也没办法。郭少杰直接挑战篮筐。啊，在刚刚 Tony Mitchell 下去之后啊，现在富邦勇士整个的进攻上面来讲，果决度够了。是肯定的，因为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徐英哲总教练大概也是跟球员要意识到，现阶段你不能只靠洋将，所有本土球员必须跳出来，不管你是快攻路线也好 ，set play 的个人单打也好，你必须都要拿出本事，而不是说把所有的球都只是丢给卡西亚来做处理而已。有时候卡西亚在做这个单打的时候，他只是个诱饵。第一个，他能够买到桑尼的犯规，买不到的情况下，其实玉龙是会有刀神过去协防，其他人绝对有得分的一个空档跟机会。我上次有两发都进，平手了。所以啊，有时候得分不见得要用最好的三分球，投不进的时候，用另外一种方法尝试来追分也 OK 啊。李伟汉，已经用时间剩七秒，交进去，刀神无顶，罚球线附近赶快出手，结果在争抢的过程里面稍影响。是，其实富邦也很清楚啊，其实刀神在中距离拿到球啊，他的出手一定是很果决，所以第一时间一定要先去过去干扰。只要破坏掉他的节奏就可以，但这一球的干扰似乎有点近了一点，去 touch 到刀神的一个身体。那看这一球是吹 Garcia 呢，还是吹张忠宪的犯规？哦，是吹张忠宪，可能去打到 Garcia 的肩，打到刀神的肩膀。刀神第一罚没有。但在今天哦，刀神现在也已经14个篮板，但下半场确实富邦对他的篮板的控制啊，是稍微有把他的篮板能力给降低了。主要是他的进攻篮板啊，是完全把他卡住。到这一节为止，其实他是没有抓到进攻篮板，但是整个防守篮板他还是保护得非常好。张东宪面对林伟汉，卡西亚上来往左边走。路线清空了，结果起来的时候被刀神扒了个火锅，往前一给吕振儒上篮，结果有了。而且在刀神扒到火锅的情况下，另外一边的锋线啊，吕振儒已经偷跑了。而且在这个攻守转换啊，其实富邦还是拿出他们一贯的一个作战的态度啊。即便对吕振儒整个快攻得手，他发球之快啊，马上就来到兵临城下。再看一次，刀神篮板丢出去。李振儒很快用左手完成这次的快攻。我们看到其实画面上李振儒真的是很老油条，他看到刀子在打到火锅的时候他就先跑了。站上罚球线的是张忠宪。来年双方在这一节啊，现在都已经进入到了加罚状态啊，所以接下来的犯规都会送上罚球线。这当然其实也考验到防守球员的一个智慧啊，在跟裁判的一个尺度拿捏啊，必须要做好。那你又不能完全不守，但是你要有适当的一个身体对抗，而不必对不被吹犯规啊。张东宪的罚一中，60-62，林立人
再回去面对林梦雪往那边走，结果撞到自己人，要交给周伯承的时候差点掉，但最后刀神起没有。哇，卡西亚脸上啊，今天第三度啊再被招呼了。哇，在篮下拥挤的过程里面啊，刀神第一波已经被挡下来，周伯承第二波再起，结果稍影响。哇，这个最后出去的时候，手掌是有打到卡西亚的嘴巴了，但是似乎比较没有那么大力。那卡西亚今天脸上啊，真的是有点运气不好。嗯，已经第三次了，说好不打脸了。不过在少了 Tony Mitchell 之后啊，这卡西亚当然从第三节到第四节，我想他责任非常的重大。是，他也很清楚知道现在在这场比赛，他对整个球队的重要性。卡西亚第三节是攻下了九分，目前全场是八分，但他今天的篮板球啊真的是比较少，才两个。当然在看到最后可能有打到鼻子啊，是在人中附近这一带，稍微来简单的止血跟包扎一下。是，当然现在球员下去治疗情况下必须要换人上来了，那就把他的本土洋将现在是在正中篮板能力最好的本土球员给换了上来啊。生涯2000个篮板在手的蔡文成这时候上来，周伯承第一发油，弹了一下没进，2001颗。第三节只有2分25秒，双方三分差。张龙宪在左边，现在是由他来控球。王志善绕过来，分出去。蔡文成右边45度角弹了一下没有，篮板回到刀神手上。李振如。林伟汉切传要交的时候被罗少杰抄掉，现在张忠宪有机会自己来发动快攻，这支顺利得手。对，张忠宪拿到球一往前丢之后，林立人追了一拍以后就知道追不上了，就放掉了。当然，林伟汉这样切入的一个横向传球啊，也罕见的他这样的一个失误啊。当然，林伟汉现在如果这类型的切传啊，如果在区域防守的路线上有被洞悉的话，当然这是免不了的。好，那现在场上出现了暂停了，玉龙要重新来沟通，因为在这一节啊，本来是已经把领先的分数要到了，而且有来到了3分到5分之间的距离，我现在又被富邦追上来，我们来听一下李奇教练在这时候会怎么来叮咛。打得合理一点，好不好？这样。阿亮，阿亮换一下那个阿力顺序吧。所以要帮忙他们，如果压迫包夹的时候讲话好不好。李奇义教练在这一波的调度啊，让卢冠良跟李文汉同时再到球场上啊，就是在控制这样的一个节奏啊，因为目前副方是5个本土球员在应战，去做换掉，他们两个自己去做 action。 进攻的时候我们最常练的就是 Flabby， Flabby 接到 corner action， 正常的 Flabby 中线，如果是你打到一号来 Chuck 知道一二 ，Flabby 出来之后 ，pass， 这个人直接到 corner，pass corner action，OK，OK、okay. okay.。在整个许昕哲教练在整个战术的设计啊，还是会把一些射手最后埋伏在大脚的位置啊。那经过一些演练，然后一些状况，把球再放到大脚位置来做投射。当然，其实，在两边啊，现在其实分数咬得很近的情况下，刚刚。鼻子受伤的卡西亚再度回到球场上。好，另外一方面，当然李奇义执行教练也是告诉选手啊，要求合理啊。其实场上啊，只要你的每一个决策是合理的过程，相对来讲成功的几率就会高啊。篮板争抢回到卡西亚手上，郭少杰，第三节最后1分半钟，张东宪在弧顶。防守他是卢冠良，交下去给卡西亚，面对周伯承，转身撞开之后要起，第一波没有，进攻时间回到14秒，
亚西亚还是要来，这次还是没有。但最后球是被玉龙的选手碰出了界外。对，这两波的防守，我只能说刀神的防守在战阵篮底下，真的对亚西亚带来了不少麻烦呐、啊。是。而且刀神这防守够油条，他完全就不下手，双手举得高高的。这就是桑尼跟刀神、跟卡西亚、跟米切尔的差距、啊、是两个人年龄真的稍微长了一点，他们很懂得克制、啊。是。林书伟开出来，林志伟在弧顶交给郭少杰，绕过两个人之后，尝试往里面走。进攻时间要到，郭少杰勉强出手弹了一下，最后弹得进去。哇，这球有点拉低啊！三分球啊，是，而且是成功的做 step back， 把中国城给摆了。这中国城也完全贴上去了，但是他这个出手弹了一下。好，看看这个幸运球出现之后，世袭上面会不会回稳？吕振如想还以颜色，弹到偏左。张忠宪小心，刀神在后面虎视眈眈，交出来。郭少杰左边底角，这次再来一个，是一个空心球了。其实郭少杰也是徐哲教练一直想要培养的另外一名的射手的位置、啊、刘伟成跟郭少杰两名的射手，如果这个锋线可以培养起来的话，今年的富邦啊夺冠的本钱就大增了。进攻时间跟大表还大概差了11秒左右，所以这一波玉龙打完，富邦还有一次的进攻机会，剩三秒。林伟汉晃了一下，最后自己出手力道大，篮板回到了刀神手上，但是林书伟把他偷了回来。这一球林书伟真的下面拖得快，哇！张忠宪，这个要球要转移的过程里面被林伟汉拨出的界外，最后的4.4秒，富邦握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波进攻的机会。张忠宪来开，林书伟面对林伟汉，要交出去的时候吹了犯规啊！是。而且这个犯规就要送对方上罚球线了，对，那这个犯规其实有点可惜啊，因为你守到剩1.6秒了，那基本上对方也没有什么再出手的一个空间，只是做传球。他已经把林伟汉已经把林书伟逼在篮板的后面，是，基本上要传球也没什么好路线。是，当然这个是完全送对方上罚球线，当然剩1.6秒，其实还是有机会出手，但是这个出手。的命中率相对来说，对玉龙来说就比较不会那么高了、啊。林书伟两发都有，富邦勇士看看陆冠良最后的半场抛投，最后这个 logo 下没进。不过打完第三节，富邦勇士在少了 Tony Mitchell 之后，反而是找到了奋起的士气啊，反倒取得了70-63的领先。我们休息一下，稍回到精彩决胜第四节。四节啊，打完前三节，富邦勇士啊取得了70-63的七分领先。当然，在刚刚节中、啊、我们也要恭喜蔡文成，目前呢、啊、是已经写下了生涯200个篮板的记录，而当然这个2000个篮板的记录，在颁奖的仪式里面看到他可爱的儿女啊，也到现场来见证爸爸这个生涯的里程碑啊。对，这不但是 SBL 一个历史的记录啊，对蔡文成的家人来说啊，这也是一个难得珍贵的画面啊，由自己的一对儿女啊来颁奖给自己啊，这样的颁奖特别具有意义啊。那在其实球员在征战各地的情况下，其实家庭是最重要的，而且家人往往是最可怜，因为球员不管是训练也好，比赛也好，其实在家的时间真的不是那么长啊，那牺牲掉陪家的时间，那也必须要家人的一个支持跟配合啊。当然在今年球季啊，在这一周，蔡文成是先超越了前队友 Quincy Davis 的篮板成为第二之后，这个现在呢是正式突破了2000大关啊，但前面还有一个障碍、啊、要来超越，就是田磊的篮板的记录。当然这个记录的确是比较难超越啊，不过对蔡文成来讲，他并不是很在意这个数字啊，他最在意的还是用自己的能量啊，可以帮助富邦再度夺下冠军啊。第四节比赛开始，卢冠良第一次拿了就跳，对手力道大，篮板回到周伯成手上。哇，摇摇晃晃，郭昭南最后对手球出界，
是他这一球在运球切入转身的过程中哈，整个身体啊跟对方纠缠在一起，但是自己失去了重心哈，球就乱丢了一把。卡西亚分出去，张中线三分线出手没有。桑尼感觉在第三节下去有调节了一下心情，现在看起来比较沉着一点。是郭昭南绕进来收球，要挑战郭昭杰，插板得分。是郭昭南的打球方式啊，除了三分的定点投射跟郭昭杰不一样以外啊，其他的风格都很雷同啊。嗯，而且都是属于很积极冲抢，而且很积极在跑快攻，对每一球的防守啊，也都是不要命似的。张东炫切成大小找到林书伟，卢冠良退了一步之后，让林书伟找到投篮的机会，三分球。其实林书伟的打球风格，你真的是不能放掉他，他的外线投射啊，是很有机会帮助球队赢球的。这个三分球命中之后，今天写下了 double double， 十一分十一个助攻。罗昭南再一次绕出来，让周伯成收球找人，剩三秒了。卢冠良挑战加西亚，这球放得很有技巧，差一点点。是这球切入假传再进去抛啊，的确技巧是非常好，但最后就差那么一点点。目前这球危险要掉，周伯成跟郭少杰还有张宗宪哦，都有肢体上的接触。是。周伯成的右边的腰的这边的骨头撞了一下，但现在玉龙在一个分数落后的一个情况之下，现在把林立人其实今天外围手感不错的他再度换上来，就是希望用他外援的火力支援来帮助玉龙来做追分啊。是，不过刚刚看到郭少杰最后还去帮忙拉了一把。其实，在之前呢 ，Michael Jordan 曾经跟 Shaquille O'Neal 说过，这个到底要不要去拉，不是自己的队友。这个还蛮有学问的。桑尼直接来，左手放轻了，结果篮板回到了加西亚手上。是，这一球其实幸运之神不在他这边了，完全把对方给甩掉了。好球，张宗宪直接交给篮底下的林梦雪，结果没进。加西亚撞开之后再来，还是没有。最后奋战之中还是没有，再点再拨，哇！最后球权回到了卢冠良手上，气呀、啊，加西亚真的气呀、啊。这一球好几次，这次换桑尼有机会，结果被张宗宪给摸走，哇！完全三线被张宗宪给破坏掉了。加西亚刚刚跟桑尼在篮底下两个人纠缠了这五次啊，尝试的把球往篮筐里面点了、啊，但就那个范围里面进不去。桑尼面对林梦雪塞进去，周伯成结果也没有放进。是这一球后面蔡文成跟他有身体接触，再加上前面卡西亚在的情况下，他的出手完全节奏改变了。卡西亚这次硬往里面走，换了一个欧洲步踩上去之后得分，桑尼要控制一下了。是，而且今天的卡西亚面对桑尼的防守好像打得特别有信心啊。好，这一边场上这时候双方火气都来了，这时候出现了技术犯规啊。是，就目前李奇毅教练似乎在言语上跟裁判有一些交换，但是被吹了一个 T 啊。嗯，当然这个过程里面啊，李奇毅教练呢对于这个状况来讲，包含加西亚这个问题，再突再是第二个 T， 他就要被驱逐出场了吗？是。好。当然，这连续两个技术犯规之后，富邦这时候是喊出了暂停。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微回来。是。是。刚刚加西亚这一球，欧洲步踩上来之后得分。但是桑尼跟这个李奇毅执行教练一直在讨论的是加西亚这个有没有走步。是。那在争吵的过程里面呢，已经先被吹了第一次的技术犯规。那在富邦喊出暂停的过程里面呢，这个李奇毅执行教练持续还在跟裁判在讨论 murmur。当然，这个
又被吹了第二次的技术犯规啊，所以最终呢，是累积了两个技术犯规之后呢，是遭到驱逐出场了。这也是今年球季啊，本季第一次啊，总教练呢、啊，这个谢谢再联络。对，当然现在是玉龙就必须由助理教练邱启义出来到做执行，最后这七分零发八秒一个执行的动作。好，所以呢，在刚刚在广告的过程里面呢，最终跟记录组来确认了，在这一波的讨论的过程里面被吹了三次的技术犯规，其中第一个技术犯规是先吹给了李启义，那接着呢，桑尼因为持续对刚刚 Garcia 这一球的讨判决啊，持续也跟裁判有过度的过激的言论的讨论、啊、也被吹了一个技术犯规，那接着。李奇教练再为桑尼来跟裁判来做抗争跟保护的过程内，再被吹了第三个技术犯规，所以总共有三次的技术犯规，富邦勇士要来罚三球。同时，这个李奇军教练累积两次的技术犯规，是遭到驱逐出场。对，当然这样的吹判对追分的玉龙来讲是相当的不妙。不过对玉龙来讲，其实这样的分差还有七分零八秒，只要把心情平复，还是有追回来的一个机会跟可能呐、啊。那有时候通常被吹技术犯规，教练被驱逐出场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反而会激起球队的另外一个斗志啊。当然，现在就要看玉龙在球场上的一些球员啊，是不是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犯规更加的专注，激起斗志，把这个分数给追回来。但不妙的、哦，先回过头来，不妙的是林书伟啊，三个技术犯规罚球只罚进一球。是，所以在自己有获得这样的一个罚球的机会啊，其实说站在防守线完全没有人站在那边的情况下，压力当然也很大。李立人切进去抛投没有，篮板最后回到郭昭南手上，桑尼左边四十五度角三分球。所以有时候其实反而被吹技术犯规被驱逐出场的一个球队啊。反而更能激起他的一个士气跟火花，当然这是在场上让士气来做转换的一种手段跟策略了。张东先分传，哎，蔡文成自己打滑来一下，再交出来，林梦璇面对桑尼，交叉往里面走，变成是卢冠良，球危险，交进去，蔡文成，差外得分，哦。这是一个 goaltending， 当然球已经进了又被拨出来了。对，当然林梦璇拿到球啊，其实他的经验值还是有点比较紧张啊。不过在他单打切入转来转去，找到篮下的老大哥蔡文成。嗯。而且是用他非惯用手右手把球给送到蔡文成的手上。郭昭南。当然，林梦璇现在上来最主要的功能啊，就是守桑尼。桑尼。最后绕出来后仰跳投没进，但篮板又被冲进来的卢冠良差点抢到球出界，但球权还在玉龙手上。是，所以林梦璇现在在剩下的时间啊，如果能够有效的把桑尼的得分给压下来，对富邦来讲，他就是很重要的赢球的功臣。桑尼，进攻时间要到了，往里面走，收球后撤后仰跳投空进球。是，桑尼打球真的是够油条，他也很清楚，如果打到篮底下，卡西亚已经在这边等他了，所以他必须做急停跳投，先把林梦璇稍微顶开一点点了，清出一些空间来做中距离的跳投。桑尼今天攻下了21分，会有8个篮板，3次的助攻。卡西亚面对周伯成甩进来，要给球林梦璇再交出来。但是这时候被吹了一个篮下3秒的违例，是，这就是其实高西亚其实很清楚，他拿到球一定会有两个人去做包夹，其实底线溜一个林梦雪已经溜了好几次，但这一次传到他手上，第一时间他没有做出手的情况下，他再传出来，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很容易就会被吹3秒。是，当然在进入到短兵相接的阶段啊，这个无谓的失误要避免。朱冠良再交给上面对林梦雪拐进去了。要起，结果是用勾的，这次没有。对，其实桑尼在打到篮底下，其实翻过林梦雪啊，再越过卡西亚的高度啊，的确不容易啊。是。张峰健面对林立人，大脚横传，卡西亚垫步起来之后要起的时候被吹得走不回力。这一球反而是桑尼的整个协防啊，做得非常非常的及时，而且他在落边协防是完全造成了。卡西亚切入一个脚步不干净啊！78-70，
对了，刚才提到这个无谓的失误，先是一个三秒的违例，再来是一个走步。刀神，哇，这一球好球，卢冠良被林书伟直接盖掉。但不慌不忙，在自己绕出来的同时，哨音响了。这时候蔡文成下来，再把今天在第三节中段在外围火力提供支援的郭少杰放上来，同时林志伟也调整上来帮忙协助保护篮板。当然其实郭少杰在这段时间上来主要还是守住吕振儒，因为吕振儒的外围追分能力啊是大家有目共睹。找到吕振儒，这球切传卢冠良 wide open 三分球射得全有，这次补出来还是林书伟，但是卢冠良还是很有信心的把球给投进了。当然现在整个玉龙的士气啊完全回，而且主力控球会林伟汉再度在球场上来指挥作战。最后的四分钟，双方五分差，卡西亚进去，面对周伯恒这一次放得非常顺。是，当然在这个关键时刻啊，刀神还是必须要回到球场上，因为毕竟他守篮下跟保护篮板的能力啊还是比较好的。这是出手前的犯规。再看一次，林志伟跟周伯成两个人基本上左右手是已经勾在一起了。李振儒直接拔起来三分出手，这次没有，篮板点回来在刀神手上再起，结果造成了 Garcia 的犯规，但至少 Eric Dawson 站上了罚球线。是，这一球其实篮板玉龙刷得非常有智慧，这一犯也不妙了。而且这一球篮板我们看到卢冠良他也没有跳很高，第一时间他就把球拨到了刀神的一个位置啊。嗯，当然现在我们看到为什么林志伟会上来，就是因为桑林下去，所以林梦学的防守已经功成身退了。是，那现在面对的是周伯成，那必须要用身高更高而且撞速度更壮的林志伟来对付来周伯成。但现在问题来了，卡西亚示范了，是，所以接下来刀神一定会尝试，或者是会在犯上比较有单打技巧的桑尼来把他再打下去了。因为桑尼其实已经在场下让自己 calm down 下来了。是，但是就目前来讲，其实刀神他的进攻手段并不是直接可以做单打，所以其实要造成卡西亚的犯规，除了抓进攻篮板硬起以外啊，其实会比较没太。林书伟勉强出手，结果是个 air ball， 但最后哇，拆掉炸弹的是喷射机张宗宪。是，那这两分进点稍稍的把整个富邦的阵脚给稳住一点。82-73，领先的分数来到九分。卢冠良、吴振儒、周国成出来帮忙，结果。越换越不好，球还被林志伟又抄掉了，结果球出界，球先在玉龙手上。哦，看这一球，其实富邦的球员真的够拼啊！郭少杰扑出来，林志伟也扑出来了。然后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2分58秒，其实再度的把洪志善啊，这个最有经验的中华队的控球后卫给换上来，就是用他的能力啊来控制整个球队一个领先的分数啊。现在需要在节奏上面稍微掌控的好一点嘛。是。当然这个节奏在2分58秒有点尴尬，你是否该维持秩序进攻，因为你球队目前领先九分，但是正常来说这个进攻的节奏必须要持续的，因为如果你一旦慢下来破坏自己的节奏，那就不是好事。林伟汉这球很果断，可惜力道放大。卢冠良守得很死，是洪志善指挥落定了，直接跟卡西亚来做一个阻挡了，挡了之后分出去，张宗宪剩三秒，拉起来的中距离出手弹了一下没有，但进攻篮板在卡西亚手上。这球卢冠良把卡西亚左手给拽住了，让他完全没法起身啊，直接把他扣住。但其实第一时间卡西亚应该是尝试要直接把球再拖出去啊，不过因为手没有完全的控制好球啊。最后的2分25秒，张东信直接进去再给，这球给掉了，周伯成先稳住。结果这个犯规多余的啊，让对方没有花时间直接站上罚球去追分啊。因为这一节的犯规啊，真的富邦已经五次了。这个玉龙才两次啊，是那时候张宗宪只是为了要去拖一把，但是莫名其妙去扯了对方的手走一下，就直接上周送周伯成上罚球线了。
当然，刚刚张忠宪拆的这颗炸弹呢、啊、是非常漂亮，但刚刚犯的这一规啊，这个就也伤脑筋啊。对，所以现在其实整个分差跟时间的关系啊，玉龙还是必须把桑林给换上来，必须在追分的情况下，还是需要他的一个火力支援啊。不过今天整体来说，富邦在两分球、三分球跟罚球的命中率啊，都还是比玉龙稍微高了一些。两罚都有82-75，还有7分领先。亚旭啊，面对周伯淳要从外围开进去，桑尼已经在后面做好第二波了，要小心。国少杰剩三秒切进来，挑战篮筐的同时球掉了。李振儒分出去，卢冠良拿了就跳三分线，这次弹了一下之后没有 lucky ball， 是可惜啊，把这篮板保护好。不过现在来讲，投资在节奏就必须要放慢了，因为现在剩一分多钟啊。其实球队在领先七分的情况下，只要把这一波给稳住，基本上这场球在胜利的机会就更大了。张东宪，这个抛投打板没有篮板零。韦翰抓下来，加快，直接走，桑尼上去，两分收下，好球，这个很稳定。不过这个时候，富邦勇士必须要再做一个球员轮替啊，把更有经验的蔡文成，还有另外一名比较得分能力较好的控球后卫林书伟给换上来。当然，我们看到每每在整个最后关键时刻，蔡文成永远都是在球场上指挥作战，不管是他的得分能力、他的篮板跟他中期的转运啊，他都可以帮助球队稳住阵脚，甚至赢下球赛。周伯淳差点就在发球底线球的时候就把球给抄掉。是，当然对两边来讲啊，这一波的攻守啊格外来的重要，关系到这一场球赛的胜负。15分的差距，胜球，再一次。是，那卢冠良马上示意教练啊，这一场是可以挑战的，因为卢冠良在偷球之后，似乎是他认定林书伟最后有碰到球而出界。嗯，但这两波富邦发底线球也可以要来重新要确认一下，其实交代的不是那么清楚，有点大意啊。当然，现在其实因为分数被对方追得那么近啊，其实富邦的球员心里的压力是有的。当然林书伟要的是啊，这应该是犯规啊。是，但是这画面的确是卢冠良打到对方手上，但如果就球拖出去的方向是最后是林书伟碰到球了，那就看这个画面裁判怎么去改判。当然卢冠良打到手的过程里面，当然有没有碰到球那是一回事啊。是，但也有可能是有啊。是，当然第一时间的球权还是在富邦手上。对，那就林书伟现在接球的位置啊，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位置，几乎是会要被包夹的一个角度啊，尤其在对方是落后的情况下，一定是上来压迫防守，所以在接球的人就必须要更加小心自己所接球的位置啊，更加警惕去保护这个球啊。当然这球确实也不是太好判的。哇，的确是改判的，因为裁判认定是最后碰到林书伟的手而出去的。当然，这个改判啊，也为玉龙啊再带来一个机会啊。是。查理，卢冠良捞过来 ，hand off。但是林书伟卡到好位置，形成的包夹球有机会要掉，最后。交不出去，赶快送出来，时间要到了。吕振如出手，没有篮板，林书伟抓回来。是这个篮板，这个林书伟保护得非常好。不过这个时间还够啊，那玉龙还没有做冻结的一个打算。但是玉龙现在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犯规先拱到4次再说呢？万一等一下来不及的话，其实对玉龙来讲不是好事啊。因为林书伟发动，这个应该力道轻了，但篮板最后争抢回到吕振如手上，只有了33秒。哇，蔡文成关键的超截，是前面有机会快攻，自己骗过了林伟汉。 哇，这个这一次的超截跟快攻是非常的关键的。这个超截快攻上了2分啊，似乎是宣布了玉龙这场球赛啊，似乎大概这个输球大概是
不太可能把这个球赛给逆转了、啊。不过往往在关键时刻，蔡文成上来就是有他的功效。好，这时候玉龙喊出了暂停，我们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剩下的27.3秒。富邦勇士啊，以84-77领先了玉龙7分。当然，这时间上面对于玉龙来讲啊，需要4波的球权啊。当然3波也可以，但是都要3分球。是肯定的，但是对玉龙来讲，其实这场比赛啊，还是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追分，但就看这一球。如果这一球没有攻进的话，玉龙应该连冻结都不会去做。是，当然刚刚关键的超节啊，蔡文成是让这个领先的分数站在保险分上面、哦，但是是2分啊！但是这时候其实荀哲也非常小心翼翼啊，这个暂停是必须叫的。当然，现在荀哲教练所部署的应该就是把罚球能力的最好球员先送上来。但是现阶段玉龙只有2次犯规，所以在上一波防守没有把犯规先拱到4次，的确有点可惜。因为你现在要做冻结，你的这2次犯规剩下25.1秒，还是会拖掉一些时间呐、啊。好，富邦喊出了暂停，但同时呢，玉龙这边也要挑战刚刚桑尼这个是3分球还是2分球啊？好，我们来听一下富邦勇士荀哲总教练在最后的25.1秒会怎么来部署。去挡小胖，文成你来发球。后场。对啊，对啊，对啊。恰克或者小胖接。就。在同边，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是志伟，志伟走，就走，这边如果接不到球，恰看可不可以接，就你他如果谁只要恰可拿到球，他会抵赖你，对，你跑去接这个球，志伟你就是往篮下，所以就你们三个人要去把球，恰你先找这个近的，小胖，哎，如果这边接到球，你们要准备攻啊，他会做包夹啊。在荀哲教练这边交代得很清楚，他已经部署蔡文成还是最有经验的球员来做发球的动作。好，来看一下刚刚玉龙挑战的这个桑尼的这个是2分球还是3分球呢？我们这个角度或许脚尖有一点点在白线的前缘啊，是。当然，在这个还在看最后啊，这个时间呢、啊，会是2分球还是3分球？但如果是3分球的话，那会变成84-80。但因为他的脚啊，对啊，就要看他最后鞋子的前面啊，有没有跟线有 touch。是。但因为这个画面啊比较没有那么的近啊，所以其实判定啊其实真的是要考虑到裁判的一个也是有3分的空间，是，但是看前缘跟线是不是有完全 touch 到啊，哇，这个真的很难判的。好，最后裁判是个3分球，是，的确是很难判，但裁判的认定是个3分球。那当然4分对玉龙来讲还是有个机会，但对玉龙来讲比较不妙的是时间太少，对，25.1秒犯规太少。当然这2波的犯规看玉龙用多少时间来把它给完成了。哦，这次犯桑尼直接倒了。对，玉龙是先做包夹再来犯规，但包夹不成才犯规。但是玉龙这一波这一球并没有要做犯规啊。我们再看一下蔡文成来发，最后是交给林书伟。当然，玉龙觉得这个林书伟起跳之后落地，哇，这个时候又有人要出去了，这应该是桑尼啊。是，看到卡西亚的表情非常开心了、啊，应该就是桑尼。他针对刚刚他跟卡西亚在篮下，其实两个在挤位，其实卡西亚手有推他倒地的那一刹那，他认为他是犯规的球，所以呢，桑尼就来抗议这一点，但是裁判还是把他吹了一个踢啊。
当然这场上的状况现在比较微妙啊，因为卡西亚其实他跟桑尼两个人呢、啊、今天一直有微妙的火花存在啊。是，好，当然这桑尼的第二次技术犯规被吹判下来之后啊，桑尼萨克基尼也成为今天第二位啊被驱逐出场的人啊，第一个是教练李奇义，他只是第二个，那这也是他本季第一次被驱逐出场。当这时候要替补桑尼上来的不二人选，那肯定是刀神。但差距在于刀神已经没有比较没有外围的火力啊。是，现在是进攻比较重要，因为比防守来说，因为防守来说其实就是包夹跟犯规的啦。好，桑尼在退场之前呢、啊，今天攻下了26分，外加8个篮板啊，所以提升这个助攻。这个顶替总教练的李启义上来啊，其实他也很清楚，现在是要攻，叫邱启义上来，他也很清楚，现在是要攻击，所以把刀神再度换下去。就让潘冠来上，因为毕竟潘冠他的身高，他有个三分的投射的火力啊。那现在其实包架的过程中，包犯规，然后再来就是拼三分追分。因为犯规次数真的是太少。是，但是现在因为一次犯规跟一次技术犯规，瞬间拱到4次 是另类的拱啊，所以这个是还蛮快的。刚才考虑到他要花多久时间。但是3.多秒、4秒的时间啊，就犯规来到了4次，犯了2次，一次是技术犯规。意思是说，技术犯规有时候是可以策略性应用。对，那玉龙是先做包夹不成再犯规啊。当然，这一波也让整个富邦也拖掉了一些时间了、啊。获得罚球机会的是林书伟，今天前面的6次罚球进了4球。其实我们看到女垒队啊，刚刚本来想离开，可是一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赛张力啊，又留下来，全队持续要看到比赛结束啊。所以现在的其实比赛真的是每一场啊都是扣人心弦，而且没有打到最后的1分钟啊，真的很难分出胜负，甚至有些比赛打到最后3秒钟才能知道谁输谁赢。是。好，两罚都进之后，现在的分数啊，现在是进入到了绝对安全的状态啊，87-80，剩下最后的16.6秒，这时候玉龙喊出了最后一次的暂停。当然，其实现在对于整个情况来讲，今天玉龙啊真的是高潮迭起。本季目前前面2次对决都还没有赢过球的情况下，今天是在第三节一度是反超的比赛，反超的比数，但整个后半段还是让富邦打了回来。我们来听一下。邱启义教练在最后的叮咛跟设计，好，所以一样，正如做完这个后打一样，出来直接出来，但是这时候不要动哦，还想把它跑掉。正如做完之后一样，我只要回打，不回打，没有我没有，所以这里我假要求，对，我要快速攻击啊，我接到这里是新玩的，所以你必须要攻啊，有可能是区域啊、哦，如果是区域 ，OK， 没关系，一样，把手三二 ，OK， 一样的战法，一样的战法。所以博成做完之后，这里进，这里就要出来，这里投篮。好 ，OK， 这里投篮，凯翔投篮哦。哦，区域的话是凯翔哦。哦。哇，邱启义教练虽然在本季不太需要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临时代打操兵也还依旧保持非常清楚的头脑。哦，肯定的，因为毕竟他在玉龙担任助理教练多年，而且过去他也曾经过执行教练嘛，所以对这个位置来讲，他其实是非常的熟能生巧。所以即便球队有突发状况，他上来啊，完全一点也不生涩。是，但最后的16.6秒啊，时间很少，要看看你可不可以用最快的时间内来完成进攻并且得手。吴凯翔接球之后再次出手，这次弹了一下没有，篮板回到林志伟手上。是，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偷球啦，但就整个场面来讲，好像也是说啊，放掉了，不知道是犯掉还是放掉，因为只有7分的状况，11秒，其实要追分只不太可能。考验林志伟的罚球，是，那就这一波其实林志伟这样罚完球之后，其实富邦的球员在防守上也不会再多做加压，因为避免球员的受伤啊。所以其实通常领先的球队在这一波剩11秒的防守，因为领先7分，不会去多做无谓的防守了。是，第二罚林志伟进，88-80。
之后的这波进攻，因为他带过来之后三分线直接出手控制球，虽然命中，但是对比赛的胜负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改变不了整个战局。是，那最后复方还是以88-83赢下了这场比赛。对，当然这场比赛的关键呢、除了在第三节富邦勇士在经过了玉龙的乱流之后是回稳，另外就在 Tony Mitchell 午饭下场之后啊，曾经也让玉龙有机会有机可乘的，但最后呢，李奇毅教练的先被驱逐出场，所以再加上桑尼在最后第四节的最后阶段也遭到驱逐出场，最终这场比赛的结果88-83，富邦勇士是目前呢，包含季后赛在内，是对玉龙收下了8连胜。好，我们在赛后要为大家访问到的是今天呢、生涯总篮板数已经上看到2001颗的蔡文成。那先请文成谈一下这个达成另外一个生涯的新的里程碑。今天特别家人也都来到现场看球，很高兴啊，很高兴可以达成这个 里程碑嘛，毕竟努力那么久，然后有这个记录，然后是对自己的肯定，然后也毕竟在这条路坚持那么久。其实在球员的过程中我们都知道最辛苦的还是太太跟家人跟孩子，那我们陪家人的时间很少，在这边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太太跟孩子说？很感谢啊，因为毕竟他们很辛苦，因为球员真的是没有时间没有假日，人家在放假，我们可能就是要练球，然后今天早上太太也去帮我捡球，所以就是很感动他们的付出然后跟支持这样子。今天其实看到小朋友只是有机会你都会带他们来现场看球，所以其实这个对你自己来讲现在完成一个新的挑战，那今天最后又赢球，整个对你来讲篮球在你的人生里面占了很大一个部分，你最想跟他说什么？我爱他们。好，谢谢文成，谢谢。当然在最后追逐个人里程碑的过程里面还是用赢球来画下句点，这是对富邦跟对蔡文成来讲一个最好的结局。大家这边请所有观众们稍待片刻，赛后讲评马上回来。那这场比赛最后要请球评陈忠谈一下这场比赛胜负的关键。双方在今天的攻守都打得非常的精彩，在明确犯规五犯下去的情况之下，其实玉龙是有机会的，但在最后关键时刻蔡文成超球上篮了，造成这场比赛胜负的一个基础。当然在今天确实哨声不断，而且还有教练跟球员都遭到驱逐出场，最终呢富邦在惊涛骇浪之中拿下了胜利了，当然排名也会持续往前来窜升。我是杨博士，和球评陈志忠以及所有辛苦的转播工作人员，感谢大家在这个礼拜的收看，我们下周同时间再会。那就是真相的力量，为你加油，哎呦哎呦，明天你想看到什么，相信心中的力量，举起奇迹的就是你，哎呦哎呦哎呦，明天你想看到什么，只要大家都能这么相信着，世界就能持续的美好，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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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你想看到什么，相信真相的力量，举起奇迹的就是你。